妈，小姨这边。啊，楼林看着还行啊。物业看着也还行。糟了，家里还有一堆法学书。妈，小姨，家里有点乱，给我一分钟，我收拾一下。哎哎，你看看啊。时间，哎呀，天哪！哎呀，哎，这是2000块一个月的房子？嘿，这房主不会是个慈善家吧？什么慈善家呀？这是我老大的房子，看我面子租给我姐的。你住哪儿啊？不远，2步路。同一个小区啊？就对门。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。阿姨，这下您也放心了吧？房子我精心布置过，住起来还算舒适。从容呢，房租压力也不大。他不经常点外卖的，冰箱里边食物充足，偶尔我还给他做饭吃。放心，放心，我们当然放心了。小温啊，你还单身吧？啊，目前是。从容也是单身，怎么那么巧？真是巧了！哎呦，你不是要送我回澳洲吗？不要乱点鸳鸯谱啊！把我改主意了，不行吗？行，您可真有原则。那是，既然木已成舟，你妈我呢也不是那个不开明的人，是吧？我考察了你的生活环境、工作环境都不错啊，最重要的是你有一个这么好的男邻居，所以我决定了，同意你留在国内。真的，你妈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啊！哎呀，我的好妈妈，我可爱死你了！好呀，好呀。既然这样。不如我们庆祝一下，晚上留下来吃饭，我来做。那我们就不吃了，就你们一家三个人，好好庆祝一下。我到中正那个破宿舍看看去，走。等一下嘛，我还有话要说。你，跟我冲一下。你今天脸很刚吧？老大，你喜欢我表姐吗？你问这个吧。露营的时候您不是说吗？有喜欢的人啊，很多年了，刚又让家人误会你们俩。您这样不好。我喜欢的就不能是你表姐吗？不可能，你们才刚认识。看来你也不怎么了解她吧？我怎么不了解她？我还知道她小学暗恋过的一个同学呢。哦。你怎么说的？反正我就是知道。老大，虽然我很敬重你，但是如果你把我表姐当备胎的话，我一定不会饶了你。我说完了。你说这些话我很欣慰。不过你妈说的对，你脑子确实不行。不太行吗？我觉得还挺聪明的呀。是智慧呀！啊，你看看人家啊，这
么多书哎。那不是医书就是药典，你看。哎呦，真是不得了。妈，人家就是跟你客气客气，让你来你就来啊。你要是介意，我明天在家设宴请回来不就行了？怕了你。哎，妈，你干嘛？你翻鞋柜干嘛？阿姨，您随便参观一下，还有一个汤，马上就好。你忙你的啊，你不用管我们，我随便看看啊。傻不傻呀？这叫细节决定品质。你看看鞋柜里面全是男鞋啊，每一双都擦得干干净净的。鞋干干净净，人可就不一定。说什么呢？哟，这还摆着你们俩合影呢。什么我们？这不旁边还有别人吗？哎，小文旁边这个小姑娘叫什么？还挺美的哈。名字也挺美，秦晋之交，楚楚动人，秦楚。他们是相识多年的好朋友。美则美矣，不过啊，小文不喜欢她。哼，你又知道，你哪只眼睛看出来她不喜欢她？你们小姑娘是用眼睛看的，哎，老妈我是用心。你看看，小文这个肢体动作明显偏向于你，还有最后她的余光是不是落在你身上了？嗯嗯，她不可能喜欢别人的。我们就是邻居兼同事，妈，你别乱解读。呦呦呦呦！汤好了，吃饭吧。哎呀，来喽来喽！哎呦，这么丰盛啊！妈，吃菜。对，阿姨，您快吃，凉了影响口感。嗯，吃吃吃。少卿啊，少卿，阿姨您说，我看你那书柜上那么多书，你能看得过来吗？右边那一列是家父给我留下的医书，小时候就看得差不多了。那你们家是啊？算医学世家吧，爷爷是中医，家父改学的西医，我也算继承衣钵。嗯，啊，对了，阿姨，我给您盛碗汤吧。嗯嗯，麻烦你啊。您尝尝，好好好，腌笃鲜，我放了今年的心思。嗯，好喝好喝，那您多喝点。好鲜呐、啊，嗯。我也帮你盛一碗。不用，我是人。少卿啊，你看你这么优秀，家世好，品貌好，还会下厨，一定很多姑娘喜欢你吧？不瞒您说，前几年学业忙，这两年工作忙。没时间谈恋爱。